这个多树叶的面团，我是用菠菜汁合成的。把它切成大小一样的小剂子，捏成水滴状。然后放在夹链袋里，用手轻轻的两边给它按压，边边上要薄一点，因为树叶中间是厚的。然后用锯齿小刀给它按上小树叶的花纹，背面沾一点水给它贴上。切的时候边边给它留一点，这样有一点立体感。每一片都这样做，沾一点凉水即可。这样就好了，小寿桃。现在我再把大寿桃的叶子给它装上，也是同样用水给它沾一点点，轻轻的按压就行了。让它醒发到两倍大，上中笼蒸20分钟。蒸好后静10分钟，打开锅盖，然后给它按上两个寿桃的印子，表示很喜庆的样子。让它凉透，然后装到礼盒里，这样一个漂亮的礼盒就做好了。